二零一五年一月七日，在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广福二组建材市场的一间蜂蜜店铺里，一个中年女子用手在围裙上拍了拍，随后对 A 外面喊道：“乖女，你要去干嘛？”被她喊的是一个看起来只有十几岁的小女孩。小女孩身形一顿，随后飞快朝着外面跑去。中年女子看着不对劲，连忙招呼自己的老公：“老孟，你快出来，我们女儿跑了！”店主夫妻正要追出来。 然而，突然从旁边窜出了好几个高壮男人，他们拦住了店主夫妻的去路。店主夫妻眼见着人多欺少，便开始大吼起来：“我的天啊，大白天的有人抢小孩了！”周围的店铺老板都被这个动静给吓了出来。然而，拖住这对夫妻的高壮男子却喝道：“吵什么吵？你摸摸良心，那真的是你的女儿吗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”点个订阅不迷路。 果然离谱，为您深扒社会上的奇闻异事。家住在西安的成竹已经找了自己失踪的女儿快十年，在这期间，成竹和妻子经历过无数次大喜大悲。很多时候，他们接到消息，听对方说找到了疑似是女儿成影的女孩，可等他们风尘仆仆赶到那里的时候，又会是空欢喜一场。二零一四年十二月的最后一天，又有一个陌生女子给他打了电话。成竹刚刚接通电话，对方就说道：“请问是成竹吗？” 我在网上看见了你的寻女启事，我这里发现了一个小女孩，感觉十分有可能是你的女儿成影。这些年来，像这样的电话成竹已经接过了很多个，成竹还因此被骗过钱，被这些线索戏耍了很多次。现在听见这些线索，成竹的心里都比较平淡了，但他还是抱着微小的希望，认真听着这个陌生女人讲述。陌生女子告诉成竹，她是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小女孩。 那个小女孩现在住在成都，她在网上发帖询问有没有人知道西安市大白杨街在哪儿。刚好陌生女人也是西安人，对于这边的街道变迁比较熟悉。她告诉那个成都女孩，西安没有大白杨街，以前倒是有一个大白杨村。陌生女人顺口问了一句：“你问这个要干嘛？”那个成都女孩说：“她家住在西安大白杨。”陌生女人就感觉奇了怪了，不是说住在大白杨吗？ 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大白杨是个村子而不是街道呢？他细细问了女孩，这才知道这个成都女孩迪却是西安人，但是从小就被拐卖了。她只记西安大白杨这个地名，上网来询问就是为了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。得知这个女孩的事情后，女人感到很感动。她问了女孩有关自己原生家庭的记忆，随后女人根据这些信息在网络上寻找相关的寻人启事。 最后，女人发现这个女孩很像是成竹丢失的女儿成影，这才会打电话给成竹。成竹对于这次寻亲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。陌生女人给了成竹那个成都女孩的电话，让两人自行联系。二零一五年的一天，成竹给那个成都女孩拨去了电话，从电话里可以听到，女孩的身旁好像是有人的。 因此，两人的交谈并没有多深入。很快，女孩就挂断了电话。但凭借着一些零散复杂的信息，成竹和妻子最后还是决定跑去成都一趟，看看女孩到底是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。对面那个成都女孩现在的名字叫做梦溪。梦溪在给成竹通了电话后，她便通过电话号码加上了成竹的微信。梦溪在微信上给成竹发了她现在住所的手抄地图，并且还偷拍了很多周围的建筑。 方便到时候，成竹夫妻俩能够找到他。在二零一五年一月五日，成竹和妻子从西安来到了四川省成都市。他们在华阳的一个市场里找到了梦溪。第一眼看见梦溪的时候，梦溪正坐在一楼的大门旁。光是这么一眼，成竹就知道眼前的小孩肯定是他的女儿。这种感觉玄而又玄，可能这就是血脉亲情的牵绊。成竹和妻子都十分激动。 他们甚至想要直接上去拥抱梦溪，但成竹和妻子都知道他们不能这么做。一来，现在只有他们夫妻俩可以确定孩子是自己亲生的，若是上去直接抢孩子，肯定会闹出恐慌；二来，若是抢不过孩子，打草惊蛇，说不定孩子的养父母还会偷偷转移孩子，让他们再也找不到梦溪。思来想去后，成竹最终还是打电话报了警。他联系的是当年丢失孩子时联系的派出所。 成竹和妻子这些年从未停止过寻找孩子，派出所们也经常和夫妻两人联系。听说成竹可能找到亲生骨肉后，派出所那边很重视。次日，西安刑侦局、刑侦大队还有当年报警的红庙坡派出所就派了六个人赶往了成都。孟溪养父母在一楼开了一家小卖部，而他们楼上的三楼刚好是一个小旅馆。为了能够离自己的女儿更近一点，成竹夫妻俩就住在楼上的小旅馆里。 他们夫妻两人一直站在窗台上朝下望，哪怕自己和女儿就隔着这么短的距离，夫妻俩都没有失态。他们知道自己现在能做的就是等待，他们要等待警方赶到。在这之前，守着自己的女儿，确保女儿不会被转移。在报警后，很快这事儿就通报了成都当地的公安。成都警察也很配合，在六日这天就采集了成竹和梦溪的血样进行 DNA 检测。第二天，DNA 的结果出来了。 孟希迪却是成竹的女儿。DNA 结果出来后，警方控制了孟希的养父母，而孟希时隔九年，终于再一次奔向了父母的怀抱。孟西的本名其实叫做成颖。二零零五年十月十八日这一天，成竹因为工作比以往迟了二十分钟去学校接自己六岁的女儿回家。然而，成竹到学校的时候，学校门口已经没有等待的小孩了。成竹找上了成颖的老师，老师却说成颖早就被人给接走了。 成竹当时变慌了，他连忙回家，在家里也没能找到自己的女儿。当时成竹一家居住在大白杨村，为了寻找成颖。成竹便找来了自己所有的亲朋好友，加起来有近七十多人。这些人将大白杨村所有的出入口都给封住了，他们几乎要把大白杨村翻了个底朝天。然而，他们都没能发现成颖的下落。在成竹一家人苦心寻找成颖的时候， 他已经被一个陌生女人带着坐上了离家越来越远的汽车。成颖被拐走的时候，虽然只有六岁，但他却已经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小孩。成颖的母亲在前段时间才生了一个妹妹，看着父母没有按时来接自己，成颖便认为父母可能是忙着在照顾妹妹。想着自己不能给父母找麻烦，成颖便决定自己赶公交回大白杨村。结果在等公交的时候。 成颖身边出现了一个面容和蔼的阿姨，那个阿姨一上来就给成颖凑近乎，听闻成颖没人接的时候，那个阿姨便称她可以带着成颖去找妈妈。成颖年纪小，很快就相信了那个阿姨的花言巧语。等跟着阿姨上了公交车后，公交车开到深夜才停下。成颖这时候才察觉到了不对劲，成颖开始哭闹。原本温柔的阿姨这时候却掐住了成颖的脸，她恶声恶气说道：“不准哭了，找什么妈妈？” 我以后就是你妈。这个拐走成颖的女人叫做王丽，她和丈夫王红林是二婚，因为王丽没办法生育，导致她的婚姻生活十分悲惨。和丈夫生活的不顺，让王丽居然想出了偷个孩子回来的主意。将成颖给拐走后，王丽便给成颖重新取名，让她改名成了王希，并且让她称呼自己和王红林为父母。然而夫妻关系的破裂，哪能是捡来一个小孩就修复的？ 成颖来到王丽、王红林的家中后，没有让这对夫妻的关系缓和，反倒让这对夫妻争吵变得更多了。阎王斗法，小鬼遭殃。每次王丽和王红林吵架，他们都会把气撒在成颖这个小孩身上。久而久之，原本在家里备受宠爱的成颖，却变得需要看别人的眼色行事。他只能靠着做家务讨好王丽，这才能让日子好过一些。王丽原本决定，成颖才六岁。 只需要好好养着，六岁的小孩肯定会忘记以前的家人，但成颖却是个例外。他意志力坚定，哪怕来到了王丽的家里，他也总是默念着自己的名字：成颖、西安、大白羊这三个关键词。每天起床，成颖都会默念一遍，他不想忘记自己原本的家和本来的身份。王丽拐走成颖主要是为了有一个孩子来修复他和王红林之间的感情。但是这段婚礼里，还是王丽先有了新的相好。二零零八年。 王丽又和王红林吵架，这次吵架后，王丽索性就直接离家出走了。他脱离了这个家，家中只剩下王红林和成颖。王红林本就不喜欢王丽从外面拐来的成颖，等王丽走后，王红林立马便开始处理了成颖。他第一反应就是将成颖再次卖出去。王红林经过打听，认识了远在河南的孟姓夫妻。这对夫妻在河南养蜂，结婚后被查出来不孕不育。孟姓夫妻他们家里有一个男孩。 便一直想要买一个女孩回来，凑成一个好字。双方联系上了，最后王红林收了孟家人一万元，从此王希就改做了孟希。这时候的成影已经九岁了，他对于这些事情都记得很清楚，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孟家人比起王丽和王红林，对待他可谓是无微不至，但或许是怕成影逃走，所以他们在宠爱成影的同时，也将他管得很严。成影在王家已经学会了讨好养父母。 所以他来到孟家后，也一直装得很懂事，经常干家务，对养父母百依百顺。但程颖本人依旧惦挂着西安大白杨，他知道自己原本应该是归属于那里的。在小学的时候，程颖还趁着养父母不注意，跑到街上找路过的叔叔阿姨，对他们说想要回自己的家，但那些人都觉得他一个小学生是在胡说八道。 发现求助别人后，成颖便开始等待自己寻找父母的时机。他一直将自己原名和住址死死记着，等待自己回家的那一天。二零一四年十一月，成颖和养父母搬家到了成都。这时候，本应该读高一的成颖辍学在家，开始帮着养父母照看蜂蜜店。也是在这时候，养父母给成颖买了一部手机。有了手机后，成颖可以去接触更多的人。他开始在网上发帖寻找西安大白洋街。 也是在这时候认识了热心网友，让他和成竹相识。希望天下无拐。成颖的亲生父母在这些年里也从未放弃过寻找成颖，或许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他们最终能够遇见是双方双向奔赴的结果。在找到亲生父母后，成颖还给成竹看了他攒下的五百元钱。这些年里，成颖一直想要去西安，他把自己养父母给自己买早饭的钱一点点用麻袋存了下来。 这五百元就是他这九年不吃早饭存下的寻亲钱。成颖找到亲生父母后，程主两夫妻表示，他们会让成颖继续去学校里读书。虽说成颖现在的年纪应该要就读高中了，但他们会托关系找所中学，让成颖从初三开始读起。他们没能看好自己的女儿，亏欠了自己女儿九年多的时间，这是永远没办法弥补的。他们只能在未来的生活中对成颖更好一点。 而当初拐走成颖的王丽，以及后续将成颖卖走的王红林，还有买走成颖的孟姓夫妻，在事后都得到了法律的严惩。经过调查，警方发现孟姓夫妻的大儿子，也就是成颖在养父母家中的哥哥，居然也是他们在山西买回来的，当时花了两千元。后面有人问成颖，他将抚养自己这么多年的养父母送到监狱是怎样的感受？他坚定的表示，是有过不忍，但是我不后悔。针对这件事儿。 警方后续也展开了相应的调查。虽说程颖和父母最后相认了，但像他们一样能够团圆的拐卖家庭少之又少。希望世间的拐卖事件能够更少一些，希望越来越多的家庭能够重新找到失散的家人。点个订阅不迷路。果然离谱，为您深扒社会上的奇闻异事。